大家，我是玲玲。我是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猫猫蠢的兔兔。这是我上次做的两只，因为这个比较可爱，是因为这个形状是妈妈做的，然后眼睛也是全黑的，嘴巴洞有错，然后它是 我做的形状，眼睛旁边是有咖啡色的，然后嘴巴洞也有错。我要做报纸，因为它其实是给你这样用的，这样子。树叶，一个。弄好了。两个。好甜哦！我这一颗很甜，后来才会甜。对，我是一开始就甜了，后来很酸。喜欢那种淡淡的味道的。不错，这颗好甜哦。真的会有淡淡的味道。这颗酸酸的。真被我用歪了，对，我就说你要正正直直的刺，不要歪了就坏。歪什么歪？我的有歪0.1度。OK， 然后要拿一下丝线，对不对？那会不会太细？这种细细的线更没办法吧，刺不起来了。这种细细的线，我要我用这个线在上面呢。我都不知道兔兔长怎，我已经忘记它身体长怎样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最后加工，我要把所有凸出来的毛都先扎进去。OK， 做好了，抱着你，妹妹不要一次拿这么多来，拿你要用的。我这个需要用啊，哎，这个就不用了，拿你要用的一点点就好，拿你要用的分量。难道你需要用这么多吗？我需要。你要做一个。1:1的抱枕哦，不是，我别才不要做那种抱枕，我要做小小的抱枕。看，好舒服呀！那个好紧哦。哎呦，你要摸吗？这也蛮紧的。这还蛮松的，里面好紧哦。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！等一下。很痛的，好像那个爆米花、哦、橡皮擦。哎，猫猫从里面用橡皮擦那个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会想要做橡皮擦呢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来做橡皮擦。叮叮你阿伯打，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哎呦，更歪了，来橡皮。断了，妈妈，妹妹的针断了，拿来丢掉，掉，这样会不知道它在哪。来，先这样过去。
好，那我现在要来帮他装壳。哎，等一下，哇，他悬空哎！哇，哦，他的毛啦，因为他毛，所以他会悬。OK， 这是他的行李箱。他等一下要搬家了，他要搬去有妹妹的家。麦块羊毛灯灯点，麦块的羊毛，我要那个黑色一点，我要做奶瓶，黑奶瓶。然后你要拿去放，来，哎，在你那边嘛。我到底要做什么？看到你尖叫！Hello！ 啊！谁天人？没有，他长头发了。希望黑色羊毛过得好。姐姐，而且你是刚好在睡觉的时候，那个要看广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觉得你睡觉进度很多。是我睡觉100次的吗？哎，好像是哦，对不对？睡觉100次啊，他给你进度啊。你这个立体投影动画，巴黎的投影动画，巴黎哥，眼镜哥吧。巴黎哥是什么东西？巴黎哥就是巴黎的眼镜哥啊，就叫巴黎哥。他们两个都是眼镜哥啊。啊，可是，在新巴黎，他们都叫巴黎哥。巴黎哥。这好像烂片，这什么东西？你看，这什么东西？寿司啊？不是寿司。这是什么？我是怪盗吉尼亚斯，你好可怜，能干他哪嘴，嘟嘟嘟嘟，生乳卷，喝奶嘴，喝奶嘴生乳卷，完全不一样，一个是吃的，一个是喝的，生的乳卷，你看他要喝奶嘴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你看他要喝奶嘴了，他要喝奶嘴了 ，MVP 哦，他要喝奶嘴了，看，很可爱，还不错啦，很可爱，他很可爱，做好了，做好了，来，各位请看，这个是粉红，粉红色小馒，粉红色小馒头的树叶。粉红色的不是它，你想象它变成粉红色的，然后就是抱枕，两个小抱枕，然后呢，动画来了，今天好可爱，要来喝点东西了，买回来了，我买了珍珠奶茶，我来喝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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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喝，这是我的荷叶啊，抱枕是我们两个的，珍珠奶茶我也可以喝，把你拆掉，妈妈，有粉红色耶，妈妈。你们的车走了，妈妈。那我载你们回去吧。妈妈，请搭乘。妈妈妈妈。噔噔噔噔。哆咪咪发咪咪，哆咪咪发嗦嗦嗦，嗦咪咪发瑞瑞。哆咪嗦嗦咪，来，哒哒哒，弯弯弯弯弯，你把咪咪
道怎么办。好，那这是我做的橡皮擦，扎得很紧很紧。好，这下面就是晚上六点多，就准备下下次拜。还。